姐，昨天万圣节干嘛去了？昨天万圣节去小酌了一下，还小酌了一下。那你昨天呢？我昨天我在家里啊，能干啥呢？啥也没干。我们不能，我没有夜生活的，因为我不能喝酒，因为我是个健身教练，所以说我不能喝酒。平时会吃一些蛋白粉啊，所以不能喝酒。你是健身教练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健身教练。这么酷吗？我已经好久没有去健身房了。你还去健身房？对。你去健身房拍照去的，去的吧？去健身房。我真健身，你不信？不是。好，完了，跟你说话。啥意思啊？不是你选英雄，你怪我。你打扰我了。我打扰你。不是。不是，是我没有用心，我在跟你听你说话。那你这个能怪我吗？你浪费我五分钟时间了。那你这五分钟怎么办？这五分钟被我吓到，我给你唱首歌吧。你给我唱歌。我送你一首歌。我不想听你唱歌，我想跟你聊聊天。可以啊，你想了解我什么？我告诉你。我想了解你的，我想看看你照片，不想了解啥。我那个比心照片不多吗？比心，你别人都可以看到，我要看一个别人看不到的照片，不可以吗？别人看不到的照片，嗯，有点难哦。我特别喜欢发动态，特别，我还是给你唱歌吧，哥，你别为难我了。我挺内疚的，挺愧疚的。内疚。耽误你这五分钟。支付宝还是微信嘛？你直接退我点。我不想听你唱歌，我不想唱歌。不好吧，哥，你别搞。请问是支付宝、微信还是现金红包都可以？这你赔多少啊？赔五分钟得。赔一半吧，怎么样？一半吗？嗯。啊。这么贵吗？这么贵，那不然呢？我给你唱歌，不然你给我唱歌。哦，我看到你长啥样了啊！看到了。你这个、哦、你画的这是啥呀？你画的恶魔妆啊！昨天晚上有百鬼夜行哎。你是哪里？你杭州的，杭州的。啊、哦，这是你是吧？啊、哦。你长得好像那个，你这个妆画的挺好的，我都认不出来了都。这好看吗？就。好看吗？不好看。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小姐姐，我喜欢那种骚一点的。你长得比较可爱，不太喜欢这一种类型。嗯，你有这种，你有那种就是有那种骚一点的照片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哥哥，我举报你了，我感觉你是那种坏人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怎么会突然点我单呢？开玩笑的。开玩笑。你不会是那个？开玩笑，变态吧？没有，没事。那还要转支付宝和微信吗？哦、不用转了，不转了，咱不转了。嗯、差这一点钱吗？十几二十块钱。不差钱啊。嗯、那你听我唱歌吗？我不听、啊，我唱歌特别好听。我不听，真的，我真不听。你是不是知道我唱歌不好听啊？你是不是听我的那个歌单了？我不要给你唱歌，你刚刚欺负我了，你就听一下我唱歌。不是，我一直在听歌，我不想听你唱歌，我想跟你聊聊天，聊聊人生，可以吗？聊聊理想。你能不能不要欺负一个病呢？我现在生病了，我现在感冒了，怎么办？感冒了。哥哥，我越觉得你是个变态。我这变态呀、啊？我哪里变态？你说说看，我哪里变态？说一下。就那个，我说我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又不犯法，怎么是变态呢？我觉得你在诽谤我，小姐姐，你在，我觉得你在诽谤我。嗯。没有。你在攻击我，你还举报我呢？你举报吧，你先去举报，我等着。我看你能不能把我举报了。不要、哎、我说我喜欢骚一点的咋的了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各其所好、哦、你喜欢什么类型呢？我喜欢就是高一点的。你喜欢高一点的？多高呢、嗯、高一点。我有1.68米。
你1.68米咋的了？然后我喜欢1.88米的。你1.8米，哎呀，那挺好。那我不是啊。你多高啊？我多高？我1.58米。别跟我开玩笑了，哥。你给我报个照吧，我看看看看你长得怎么样。长得好看，长得好看就原谅你了，长得不好看的话，哼哼。长得不好看，长得不好看的话要举报你号没了。你加我好友来，我瞅一眼。别逗我笑。发了吗？发了呀。发了，我瞅一眼。瞅一眼。腿就好了是吗？这是你啊？你怎么能证明是你呢？哦啊、我怎么能证明是你呢？这就是我啊！你一个黄头发，一个黑头发，你当我是二愣子？你是？这是前几天的呀。前几天。真是我。真是你。真是我。我不相信。怎么样才能证明是你？你要这样你才能相信我呢？姐，你现在用手机拍一下就行了。用手机拍我的头毛串睡一样。你串睡衣跟腿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又不看你上面，我又不你不画不画长的睡衣、啊。你穿长的，你换个短的不就行了吗？这算啥？不要烦。我的要求不过分吗？我的要求过不过分？不过分。讲道理。不过分吧？讲道理。不过分吗？你给我明天出来吃饭，我锤爆你的脑袋。跟你出来吃饭。不约不约不约，小姐。对对啊，笑得夸张。就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下单了吧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懂了吧？你这个笑声太瘆人了，你这个得少笑一点，你那笑多了，粉丝全笑没了得。